知道 一副扑克牌里面有什么花色点数吗？知道。讲出来。哎，有新的吗？鬼牌。然后。黑桃红心砖块跟梅花。对对对。好，请你随便想一张牌。好。想好吗？好。好，这边是我的预言，就是我已经预测好。好。你的牌了。嗯。OK。那我现在可以换吗？好，好，你可以换啊。好。好，你请问一下你讲什么？你想什么牌？我要跟你讲。对，现在讲想的牌。红心二。红心二是吗？嗯。你相不相信这张就是你的牌？红心。不相信。你的牌。你的鬼话。各位观众。干嘛？你的牌。这张是你的牌。还没完。嗯。刚刚这边，你刚刚问你的牌的时候，这牌就摆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说你想的牌是什么？黑桃二。红心二。红心二是吗？红心二。真的。还好你想的不是鬼牌。为什么 ？OK。好。一副正常的牌是正面都是向上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可以发现啊，嗯，里面有一张牌反过来的，嗯嗯，你说你想要牌是什么？红心二。红心二吗？对。啊？为什么？